一样，我们每次上课哈，就是会把那个我们相关的这个资料放在我们的云端上面。那一样会有个论坛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加入论坛的话，啊，这边就会有一个我们每次上课的内容。那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停一次课了，所以哈，上个礼拜的话呢，大概就是给各位哈在家里练习了。那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些哈影片，一样点击进来哈。这边就可以看到每一次的，而且我们上个礼拜到底上哪些东西啊，这边都会秀出来。那上礼拜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是讲到有关那个就是利用那个逻辑里面的话呢，就是计算那个圆的面积。那计算圆面积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，就是你的圆周率那个派，那个派部分的话当然以前用倍的啦。不过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取得像派的这个里面的值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用什么，用 mass 这个模组。不过 mass 的模组，你必须要用那个什么，把它外部把它汇进来，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再来就是什么，再来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平方的话，其实 mass 这个模组里面呢也会有个方法，它叫 mass.pow，你可以做那个 几次方的进位啊。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要取得小数点的第二位啦，那当然这边可以用 round 好，在上个礼拜的部分。那完整的程式，你可以从那个我们的分享区里面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，找到基本的这个语法与结构控制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当然我们往下推进，底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，除了说上个礼拜的 BMI，然后还有像那个上个礼拜这边有计算模组之外，那这个其他还有一些题目啦，我想各位在练习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接着继续来看，有关那个除了逻辑判断之外，还有关回圈的部分。那我想任何程式一定有回圈啦，回圈主要解决就是说，如果你要重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，那都需要利用回圈帮我们解决。那 Python 里面解决回圈的话，其实跟其他语言也差不多，一定会有个 for 回圈，一定会有个 while 回圈。那这个 for 回圈我想用的会比 while 回圈来得多啦，那主要原因待会 会跟各位讲。其实你们也可以比较一下，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，做一个输出一个结果，输出什么呢，请你帮我把那个1加到100帮我计算出来，并且呢输出结果到那个主控台，当然特别注意，这个地方会需要有一个那个回圈的叙述。那你可以用 for 回圈，你也可以用 while 回圈。那如果我今天呢以 for 回圈来看的话，基本上，特别注意，第一个当然你要在程式里面建一个那个建一个这个模组了，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可以把 for iIn 特别注意，这个叙述方法跟 VBA 不太一样那个 VBA 是 for i 等于哪一个到哪一个，但是呢 Python 的话它是 for i in 后面是一个范围，意思是说，你这边要告诉他说，你的这个回圈范围的话是从哪一个数字开始到哪一个数字。当然这个数字你可以不一定是1234，你可以13579啦，不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建一个 range，但这个 range ，实际上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写啦，因为如果你到99的话你要写到99那不是很累吗，所以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函数叫 range。 range 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告诉它起始的值在从哪个地方，从1开始。那我要到99的话特别注意，你这个地方呢就要放100，这个100指的就是说你最后跑到100的前一个停下来。好，特别注意这个值不是说跑到100，而是跑到99，所以它会帮你1、2、3一直到99停下来了，那如果说我要加总的话，我们可以写这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。那所以第一个呢请各位，一样先在哪边呢，先在这个之前，跟大家一样，把那个环境开起来。那我讲过了，我们云端上有个懒人包，那你把它解出来之后记得，先确定一个动作，因为最后可能会有问题，应该就是在视窗里面的喜好设定里面的这个什么呢，PyDiv 这个里面好像会有一个这个什么 interpreter 这个，你把它展开来，主要是这个地方你确认一下，有没有把那个你的 Python 的路径，把它选起来。那
因为那个早之前哦，我在那个懒人包里面好像没有把这个Python 3.2这个把它直接丢进。那我现在新的懒人包有把这个整个资料夹放在那个 Eclipse 里面了，所以未来如果说哈、哦、你要重新设定的话，我把它先移掉好了。我记得我是怎样，因为我想那个懒人包哦，甚至已经把什么呢？里面本来是放 2.7 的，那我后来我想说，哎，那干脆我就直接懒人包整包。就把它怎么样，整个哈、哦，把这个32有没有？这个3632这个目录里面的资料怎么样？整个哈、哦、全部把它丢到这里面。那也就是如果将来你懒人包里面呢，因为它你可能有懒人包 ，Eclipse 还缺那个 Python， 那你可能要再下载再安装，很麻烦。我想说，那干脆怎么样？你根本也不用装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？如果你是因为那个是最近才更新的啊、哦，那你就直接去到这个里面哈、哦，会有一个这个目录啦，那你就直接怎么样？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 Python 的环境引用进来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可以马上使用了哈、哦。这边，那我把这个把它抠进来啊。如果这个抠完之后的话呢，那你在这边什么新建有没有？那一样把它 browse 一下，确定一下你的 Python 的路径是不是正确的、哦、比如说我找到一样是在那个低碟，比如说你解到低碟里面，这个时候懒人包里面、哦、就会有这一个嘛，那你就把它打开来，然后告诉他说你的 Python 的 ESE 在哪里，就这一个、哦、所以关键在这里啦。那其实你只要选取到按确定，这个环境就 ready 了、哦、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环境主要是帮各位可以先跳过环境设定的啊，特别注意你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环境的这个部分、啊、因为有的同学书里面的第一章就介绍好几个那个什么开发环境，那我讲过了，能够开发 Python 的环境至少超过100种，那你不要没事、哦、就是在那边怎么了去，当然也可以啦，你可以写个部落格，那个网络上好像有蛮多那种部落客帮忙整理什么最佳的10种开发 Python 的环境，10种哦，那就把最好用的10个，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哦，那十个看一看好像还是这个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不强调说那个，因为那个东西是重要没有错，可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程式开发上面，而不是在了解环境。好 ，OK。当然、哦、另外还有个就是 Python 呢，除了Eclipse 可以开发之外、哦、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Visual Studio。微软的那个环境之前我们有用过啦，其实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非常多东西，但是我不太推荐它的主要原因是，第一个它是付费软体，就以后你要开发的话你要付费用给微软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的话呢，它安装非常的庞大，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也用这个来开发 App Visual Studio， 光要把那个环境安装起来哇，至少像同学之前有装半个小时还没装好的，有的还装一个小时、哦、另外呢安装时间很久了，再来怎么样，它装完之后、哦、它会至少占用你硬碟空间 30GB 天哪 OK、哦、所以这个用 Visual Studio 也可以开发 Python， 但是我是觉得光这些、哦、就很麻烦了，但是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啦，里面它也可以建那个 Python 的专案、哦、OK 好，那把这个选取起来、哦、开起来，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它就帮你把那个 Python 的相关路径里面需要用到的 DL 跟 Library 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套件有没有，都帮你引用进来啊，这些东西呢就是 Python 里面的资源，按个同意之后的话，那这样就 OK 了、哦、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只要做这两件事环境就 ready 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、哦、就是了解在那个 Python 里面、哦、如何就是去使用那个像回圈的相关叙述， for 回圈怎么做，另外的话呢还有像 while 回圈，然后也许后面有这些题目啦，包含就是1加到99结果多少，另外的话呢还有奇数的部分加起来，还有偶数部分加起来，那另外还有什么99乘法表、哦、你也可以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输出什么一个99乘法表像这样子，好 ，OK 啊，当然你可以用 for 回圈，你可以用 while 回圈啊。我想哦，其实这些很多同学都说，老师这个好像以前好像你都教过哎，对，不论是 VBA， 无论是 Java， 无论是 PHP，
其实都可以 run 这个，那只是说呢，它语法一定不一样。那你可以试试看，里面要怎么去把这些做出来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如何利用 for 回圈或 while 回圈做出一个三角形。哎，三角形的话就是第一次输出一个，第二次输出两个，一直输出到最后这是三个。不过这里可能会需要两个回圈，一个是 for i， 一个是 for j。for i 是控制第几次 ，for j 是控制输出几个信号。OK， 好，所以当然做完之后，你可以什么把那个回圈倒过来，有没有？哎，又可以变成一个颠倒的。另外呢，还可以怎么样用 while 去做一样的东西哦 ，for 跟 while 都两边可以相通的。好啊，如果这些你都可以熟练的话，来以后呢，你要叫 Python 帮你重复处理什么，处理几次啊，处理什么东西，当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跳离，那就会非常简单。那重复叙述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叫 Python 哦，不断自动执行都要用回圈。当然不是只有 Python 啊，任何程式都一样，你要叫它自动做哦。所以自动化的前提就是处理回圈叙述哦。那不过回圈有一个比较可能会有错的地方，就是无穷回圈，尤其像while，while后面是一个条件，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，它会进入回圈，可是它一直一直进入，一直进入，它不会跳离，不会跳离怎么样？程式就死档在那里了。所以你可能哈、哦、要能够有跳离的，那这底下的话，我想各位哈、哦、可以先试一下，那待会先试一下用 for 回圈写一个什么呢？写一个for 回圈。加总1到99怎么做啊？程式在这里啊，我想你可以先试一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齁。